Hello， 大家又翻到嚟 Pokemon 嘅攰耀之影啊，系啦，咁上次讲到咧就系试玩咗呢一个嘅 game 啦，咁其实好多有趣嘅嘢啦，应该就冇改到剧情，但系佢有一啲嘅小系统啦，然之后战力应该有强化啦，啲冠主因为打唔赢啦，我第一集竟然打唔赢第一个道馆，咁证明就打唔应该改个战力嘅，好啦。咁上次第一集咧，亦都有观众留言咧，就话咧，个密码咧系有，即系有一个密码系输入完可以获得呢个古拉多嘅，系啦，同埋咧亦都提及我咧，好似话呢一度系有个新手礼包噶，系啦，作为呢一个新手，我绝对要拥有啦 ，OK。咁至于呢个新手礼包一开有啲咩啦？解毒药、灼伤药。解冻啦，解面、解麻、树果汁、神奇糖果、心之鳞片、幸运蛋、上古闪锁匙、闪光庇护石、低级黑卡、主角光环呢啲唔知咩嚟，命运之石，好有啲神奇嘅道具出咗嚟啦。咁传说可以改变精灵嘅锁匙，呢、這个唔知咩意思？咦，我哋有呢、這、一个使用后遇到下一只精灵必定系闪光喎，几有趣啊！改变训练家与精灵之间嘅命运，唔知咩嚟。咁而主角光环有咩用呢？祝你好运，有个神秘嘅声音，唔知咩嚟。OK， 我哋试下一个低级黑卡，1000蚊。啊，呢一个系一个提款卡系嘛，即系嗰个用途系。呢一个系咩？我哋不如 save 一下啦，我惊佢有啲咩意外出咗嚟。俾双精灵已发生变化。发生咗啲咩变化？发生咗啲咩变化？47、40、69，好似冇乜分别啫。我望一望佢会唔会有个体值嘅分别啊？系啦，你见到啦，努力值全满，个体值全满，呢啲系作弊嘅一啲道具嚟嘅。其实系啊，的确系改变咗精灵嘅锁匙啊。咁呢个咧？接受了命运，命运邂逅与奇迹般的相遇，咁有咩特别啊？即系改咗佢个出生地嘅呢个系，冇咩特别啦，系啦，纯粹个名字问题啦，应该系嘛？系啦，如果正常咧就系101号公路啦，如果唔系咧佢就会变咗咩梦邂逅之类等咁嘅东西啦。依家咧就输入埋古拉多个密码，系啦，拎一拎古拉多啦。咁佢都有讲到话，如果你冇拎御三家咧。咁佢獲得嘅古拉多咧就会系色为嘅，即系黄黄地色嗰只啦。好，输入密码。OK， 咁啊，输入咗呢个密码之后，我哋就獲得只十分特殊嘅古拉多啦。有几特殊呢？佢都系色为嘅。出场时会召为晴天加特工减物防啊，超废。钻石系什么东西？值钱嘅道具，我哋睇下呢个有几值钱啦。咁同埋古拉多，其实我哋唔改属性或者唔改任何能力都冇所谓，因为我未必会用到。系睇粒钻石啊，我成日应该喺呢一度可以开到啊。系啦，我都唔使特登去商店啦，依家多咗呢嚿嘢，32000。OK， 32000呢度有咩卖？32000，我可以攞到好多嘢咯。可以睇先，特性胶囊，哎，系呢个直接改特性，几好用啊！点解我要特登买呢张卡嘅？其实系咪有啲咩道具用途啊？30000蚊买翻30000蚊张卡有咩用呢、這个？唔知道。有神奇糖果啦，都已经 OK 够用噶啦，系啦。咁依家咧，我哋睇完啲有趣嘅元素彩蛋之后咧，就翻去道馆嗰度睇下够唔够打啦。好，玩快即刻翻到嚟呢一个卡亚之士嘅道馆啦。咁上次咧就讲到打唔赢呢个岩石系嘅道馆，因为太劲啦啲精灵，所以咧我就想试一试一样嘢嘅就系、是、咧，我想试下可唔可以喺呢度做到天机灵。啊，我哋试下你个细鱼，哇真系得，真系神奇，可以喺道馆入面，即系啲室内地方用到落雨，咁怕雨，即系呢啲天气队应该好强。好想用水队添咁喎，用水队都好系啦，水衣背不如就吓，水衣背不如就好嚟试一试啦。啊，真系落雨噶喺个道馆入面，我哋唔知赢唔赢到啊，但系大岩石应该一下死嘅，岩风又佢有一血根，佢有坚硬啊，唔记得咗过咗天地添，
系冇啦，输咗啦。啲古拉都唔可以带出嚟，我哋挤翻入去啦吓。咁如果有需要嘅。有需要嘅人咧，可以输入个密码攞到呢个古拉多啦，系啦，我就唔太需要啦。OK， 好，继续打翻我哋嘅馆主啦，应该够打嘅，但系要少少时间，要少少时间去。哎，揿错，天机灵细雨啊，呢个真系神奇。好，转一转重先，又转一转烈掌。用攻速扣一扣一滴血啊，都唔得，扣唔到佢血。大蛇灯眼，哇食药杜鹃，停，你竟然食药？我竟然唔够佢快喎，嗰只雀都唔够大蓝蛇快，有冇搞错？可唔可以套一套丝先？得，佢啲落石有机会 miss 嘅，咁我唯有搏佢 miss 啦，完全冇 miss 过。Oh no！ 超不避，岩石风应该系唔死住嘅，系啦，系啦，因为岩石风比较低攻啦。岩石风，哎，搞掂，有少少好彩啊，同埋靠呢个水嘅天气，我决定要用水嘅精灵比较多啦。我应该至少有两至三只会用水系精灵啦。OK， 咁上次咧，攞嘅衣背咧，原来系蒙特嘅。咁蒙特嘅水衣背，我印象中好似废废地嘅，因为水衣背原本普通特性好似系储水，系啦。我系咪要翻嚟回血呢？我哋试下用就咁食药啦。鳄鱼一下秒啦，鳄鱼。然之后咧，我哋就可以去到格斗系嘅道馆啦，亦即系阿烈雀嘅天下。然之后应该就系要打劲敌嘅，系啦，失雷拿水枪呢度睇嚟佢冇乜点改到咯，估佢。哇，系咁抌泥。OK， 然之后咧就可以通过呢个地方啦，橙华森林落翻去搭船啦。OK， 话成日嗰个板木好似冇乜点见到喎，喺呢个路上面打呢个去啦，呢啲训练，见到啦，即刻，即系见到个板木出现。其实连爪我真系好劲，大家头先见到咧，佢就算系有啲咩黑属，即系弱属性咧，佢都可以打得赢。不過只限於打劇情啦，係啦，我唔相信喺 WiFi Battle 嗰啲對戰度會有機會用到連斬呢啲技能。好，馬上回家食飯。能力查控器 B， 我唔知呢個係咩 ，B 有咩分別？隱藏數值。哦，親密度可以睇埋，話可以啦嚇。我比較想快啲扭蛋，我比較想快啲扭蛋。超音符。穿龙城，如果佢冇改到嘅话，我就可以好轻易行到嘅。啊，照咁睇，佢应该系冇改到啦。哇，十六呢嘅，点解呢只嘢？十六呢嘅波音服都系不变之石。卡斯就唔用啦，卡斯呢啲太强，巴尔狼。OK， 大五干翼。搬运小卒呢样咪有啲特别嘢嘅精灵，功夫油呢啲全部劲，莫夏力士我真系冇用过，莫夏好似冇用过，印象中我冇乜点用啊，马骝成日都用啦，火红版用过，麻麻地啊呢啲，莫夏力士有啲想用嘅，但系又麻麻地好似，系好似麻麻地 ，OK。吊光可以吊到啲咩？只系可以吊到鲤鱼王，我去试下。水母啊，水母我用过啊，水母我曾经喺某只 Pokemon 度用过水母嚟过关，系啦。就得鲤鱼王，咁又去啦。好，
回个血之后，我哋带我哋嘅猎雀，咦有飞翔？几时学到飞翔啊？几时学识飞翔啊？呢只雀，我唔知嘅，点解？好，我啲训练家打啦，双打啊，卢卡利奥啊，变反先喺呢度，水枪，哇，仲要开剑舞，恶到咧，增强拳，唔系话？哇，仲要开剑舞，哇，个套丝慢了啊！死前娜娜无法逃走，降低对手速度。吓、啊，咁呢招咪仲劲？100%喎，咁唔要呢招套丝啊！因为头先嗰招佢有100%命中，亦都减到佢速度，又有攻击，虽然得10啦，但我觉得都有用嘅。呢个。变反，哇！一脚飞踢，即刻收咗档。唉，唔得喎，毒吸取咁鬼劲嘅呢只沙古拉，两三脚踢死咗，咁难打呢个管，呢个导管，俾啲易啲得唔得？怪力系咩一回事？报复，哇！唔够打喎，朋友，可能要帮佢升一升咧先。依家呢个 level 冇乜作为啊，入洞要升一升咧先。再试下，我唔信32速都唔够，唔会啩？仲冇训练家，冇晒啦，应该仲有个噶呢度，真系冇晒。啊，呢度有个火折鸡飞翔，加速特性，唉 good 啊！哦，好波！啊，唔想揿停咗佢进化添，明明佢进化好强嘅。好，唔紧要，我哋一样啦，都系要攞落雨啊喺呢个道馆入面。天机令，细雨，好嚟。腕力冇特别啦，又雷姆，黑雷姆。真氣彈你都中，黐線！飛翔 ，Oh no， 輸啦，輸咗。其實唔係，呢度用連刺可能有機會贏。誒 ，miss 咗 ，miss 咗 ，miss 咗兩次真氣彈。竟然有鐵，竟然有呢只借力術，哎，唔緊要啊，佢速度慢過飛翔，超級藥水。哦，佢个剑尾冇啦，佢个剑尾有啲难搞。我谂我将只猎雀升一升，进咗化再揾佢会好少少。OK， 咁依家咧就将佢进咗化啦，进咗化做魔雀系啦，48速度最快啦，系嘛？依家仲唔系我最快嗰只雀嚟？呢度直接飞翔应该都赢到。哇，佢空手劈啊！应该系冇防守啊，冇防守先打噶我，打得到我，我就算飞天都黑雷姆，我哋直接飞翔。哇，佢仲快过我啊！换一换重先，依背真系重死。OK， 冇办法啊呢、這个二番。哇，真地弹中咗。佢仲快过有啲夸张喎，其实喂魔杖，我只魔杖已经够快啦，佢仲快过我。水之波动，帮我先制之爪俾佢，希望佢能够触发先制之爪啦。飞翔，哎，先制之爪。真理弹再先制，哇！真系先制，唔通系必定先制嘅？啊，冇啦，系真系咁啱先制咗。诶、欸，搞掂啊 ！OK， 健美呢个道馆落雨真系令到呢个 game 咧易玩咗劲多，超易玩嘅呢个 game。
下次先啦，學習裝置我哋唔急住用，我覺得應該唔急住用。好，哇，頂啊！即刻就要雙打，現反再加連斬啊！現反連斬，現反連斬，現反連斬 ，OK， 好強先制之斬，又見到佢觸發咗啦。呢度嘅人講嘅。我小偷啦呢、這个招式机小偷，跟住管长呢、這个系啦，俾文件佢。利亚鱼33你波咁猛，漩涡唔紧要啊，速度上我都赢到。觉醒力量，连斩啦呢只，嘅搞掂。水蓝队首领，好搞掂。又是这个找天才训练家的阿希达。好，睇下板木是不是附近先。喂，为什么又是你的？我想问下板木是不是在这里，看看。物语。好像不见他的踪影，应该不在这里。好想看看他还有什么道具可以派给我。哎，有了，即出现。扭蛋机，我终于有扭蛋机啦，各位，系时候可以玩下啦。我哋先 save 先啦。其实有咗 save， 其实呢个扭蛋机好似冇乜用咁样。道具，哇，20000扭一次道具，我几钱啊？我得9000啫，唔紧要，我哋买嘢，买肾，买肾去买抽扭蛋，呢啲买唔买得？呢啲都卖得，卖埋呢啲去啦。呢啲锁匙都冇用嘅，对我嚟讲，我应该都唔会点用。不过我留住先啦，留住先啦。我哋买嗰个钻石先，跟住我哋试下扭下蛋，睇下扭啲咩出嚟。道具会自动发送到你嘅背包度。哇，服到啊！特级更新剂呢、這个嘢顶多都系10000嘅啫，应该啊，最顶多系几千。哇，好快嗰啲嘢，好在有 SL 啫。但我需要精灵扭蛋机喎，而唔系道具喎。虽然道具都可以，可能有用，但系精灵会好用啲。精灵始终系最实在嘅嘢，道具只系辅助精灵。点解系雷系？唉，唔够打，黐线一个电球，瞬间车死咗。负电啪啪，我需要有一隻宠物可以抵抗到雷系。呀，冇咗，即刻输啦呢度，即时死亡。扣咗几钱啊？好似扣咗好多钱啊！哇，扣咗一半钱喎，唔得啊，唔可以死啊呢度，系啊，认真少少啊要。电斑马唔好同佢打。正面啪啪，睇下有冇啲地面系嘅精灵啦。呢度咁多雷系，不良蛙，超人力格斗，我都用过呢只吓，我曾经用过。哇，呢只花蝶好似好稀有啊，嗰只色。溶石兽，我记得我好似用过。既然系咁，我哋攞落雨啦喺呢度啊。天机灵又要出嚟啦，各位。天机灵细雨。然後先用呢只，哎呀，唔小心考过佢，唔可以打伤大咯。尤其是佢仲要正负电咧，佢有个特性可以加特攻，千祈唔可以俾佢哋一齐。假哭 ，Oh no， 睇屈机啦呢个，烟花打唔同佢，仿效又输咗，呢条都打唔赢阴公。唔好用咁多电技啦，高速星星，哎 good 啊，有啲难打开始，揾只地面系或者系揾只雷系啊，会好少少。雷系谂谂先，正负电啪啪又唔可以用啦，因为佢个特性咧少咗一个单争太远啦，要有正负极先至劲嘅个特性，
集啊，冇咗太冇咗水，唔怪得啦。搞掂，雷系简直雷系啦，一系嗱，梗系雷系啦。OK， 直接过呢度呢个呢撇草睇下有啲咩啦。致命攻击系咩嘅？啊，呢啲强化道具。哇，点解会有树林龟？好似有重技。报复啊，要咯，格斗系盖龙水。透蓋龍嚟啦！咦，隔離有個石圍住一個地方，唔知咩嚟啊？佢勁敵好似冇改勁，佢勁敵都有啲渣渣地，係啊。探測嗱，隔離好明顯改過嚟啦，如果唔係冇理由出現啲咁嘅地形嘅。喵喵怪，蟲係啦，再蟲係啦，哇！飛鈎我。到你啦，两琴猫啊，一下秒到 ，OK， 哇，一个连斩搞掂，哇，真系两琴猫，佢个模型仲要，佢个毛咗好似仲要同我平时见嘅唔同喎，电斑马咁啊，电斑马都劲嘅。电斑马其实劲就系咧，佢喺前期角色系几劲，因为佢一开头咧有火技可以用，火技可以学啊，系啦，雷系可以学到火技，其实都唔算话真系好多，系啦，会唔会喺上面咧？白木真系喺上面，好睇下讲啲咩啦。精灵扭蛋机各位，终于出现啦！精灵扭蛋机，哎呀，系时候扭一扭啦，究竟会有啲咩神奇嘅精灵出嚟呢？如果可以，我都唔想 S L 嘅，但系。为咗保险，我哋 S L 啦，哇60,000一次，唔使咁贵啊嘛，60,000一次，60,000一次啊，哇，破产喎，啲咁样真系，哇，呢啲唔买啦，我有几钱啊？依家唔系好多钱，50,000啊 ，OK 嘅。识围呢个啦，买呢个先啦。望一望先。咦，佢呢部机冇着到喎，呢部机冇着嘅，点解？同埋佢啲嘢咧，同商店买啲又唔同喎。啊，呢度嗰啲咧，佢系买啲补品比较多啦，但系商店嗰啲佢系卖一啲咩改能力值嗰啲嘅。嗯，10,000我睇下打完呢啲会唔会赚到啦，系啦，有机会赚到嘅其实。水之波浪再加厌烦，麻痹粉，900多蚊咋？哇，原来精灵粉而家咁少钱赚嘅，阴公咯！啲小智啲穷光蛋嚟啊，玩咗咁耐，旅行咗咁耐咧，原来一直瞓紧街，喺街度乞食周围。哎呀，雷伊贝，好在佢冇雷技。太医，哎呀，唔会死啩？转一转重先。OK， 冰伊贝，飞翔啦都系，再飞翔，先要医。飞翔啦都系，我冇中到，哦，输啦，输啦，搞错啊呢度，咁都输，不如都系卖嘢啦，都系卖嘢啦，都系卖咗佢啦呢度 ，OK， 卖我识围佢啦，我唔使用识围啦 ，OK， 60,000，60,000我哋睇下抽啲咩神奇嘅精灵出嚟啦。佢应该都系挤入个精灵箱度咯，估佢。啊，呢队伍列表喎，哇哇，冷水喉，
佢真系水蟹，真系符合我要嘅条件啦，水蟹，但系冷水喉加特工减特防。哇！超古代附敌喎，呢只唔使问啦，劲到黐线啦！呢只加速减特防够用啦，超古代附敌喎，太劲啦，太劲啦，系使，好好玩喎、啊，其实净系拆呢个都劲开心喎、啊，拆呢个榴弹，哇 ，mega 班格拉 ，mega 班格拉。火神虫啊，劲啊！火神虫，巨小怪又系超劲呢只，绝对符合我嘅条件就系攞嚟水系又抗到雷，超劲呢只。啊，可惜啊，我想拣啲有趣啲啊，巴士开朗，瑞加里欧喎，呢个手抽唔错，但可惜啊，我都系唔用，差服。红鬼啲太劲，唔想用。摇滚比加超，喂，一招技都冇，摇滚比加超。好啦，各位，咁啱啱拆下拆下咧，咁啊，终于拆到一只大家上一集喺嗰个新手村啦、新手城市嗰度见到嘅嗰个人抽出嚟嗰一只嘅索尔加里欧。咁呢一隻係特別形態嚟嘅，係啦，咁但係我都應該係唔會用啦，嗱，應該係唔會用嘅，係啦，除非再出多隻另一隻出嚟啦。美綠梅塔呢隻我真係未用過，係啦，由佢啱啱出消息話會有呢隻嘢嘅時候，我都冇玩過呢隻嘢，係啦。好，但係都係 Lex。因为有个精灵蛋喺度嘅，我试一试呢个精灵蛋系乜嘢东东先。屌，有个精灵蛋喺度直接，系咯？屌，有精灵蛋喺度，咁古怪。吓，个精灵蛋系什么东东啊？佢好似唔可以放出嚟添。我明明将佢放到第一位，但系点解放唔到出嚟嘅？要即刻换呢只。可以帮佢升咧，试下唔得喎，升唔到咧，有只蛋废嘅。铁甲超梦梦喎，呢只我都系未见过喎，系啦，不如就呢只啦，系啦。其实我都谂过一段时间咧，就系咧。佢60,000蚊抽出嚟嘅精灵，如果系用嗰啲好废嗰啲，又好似好唔抵喎。即系嗰个手抽嗰个心态出咗嚟啊！咁大家如果有玩过一个手机 game PAD 或者系其他 game 都系啦，咁佢会有一个新手一抽俾你嘅。咁啲人咧就会系咁，好似我咁系咁又拆，系咁又拆，拆到务求系 S 级嘅角色先至会开局嘅。咁依家呢只 game 咧就系咁样嘅心态啦，佢加咗个抽打系统喺入面啦。嗱，如果佢喺一开头就有得抽咧。咁就真係拆手抽啦，咁依家其实都唔算係拆手抽啦，咁就纯粹拆一拆㗎啫。咁就决定係钢铁超梦梦啦，因为佢应该係属于比较难有啦，我唔知道之后会唔会有得捉嘅，但係应该都係难有啦。虽然冇嗰隻嗰隻狮子咁样咁稀有，但係我都用下啦，用下啦。OK， 咁我哋又加咗一个非常之强劲嘅战力啦，人造生物，人造精灵啊。好啦，咁今集时间嚟到呢度先，我哋下集继续抽其他精灵，系咁先，拜拜。